过来，过来，你站在这儿，不要动。小伙伴们，我要走了，我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。想你们的，你们也一定不要忘记想我呀。我还以为你不看微博呢。小怪兽日记，这名字还挺贴切的。丁宪，你之前问我真正的喜欢是什么，现在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明明长得很一般，但却越看越好看。明明倔得让人想发脾气，却又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可爱的。明明知道他在说谎，却又不忍拆穿他蹩脚的演技。明明每次哭的都脏兮兮的，但还是很喜欢。你才脏兮兮，明明是谁啊？丁宪，我喜欢你。